椒。撇有重到轻，不要太重，相对要细一点，竖画用垂肉手。中间这个竖画也是用垂肉手。行，起笔要细，要轻一点。微微的向左下方斜的，由粗到细，横撇，横对要短一点，提按，对完之后向左下方，由重到轻，捺笔这个比起笔要轻，向上，再向右下方伸展。把笔慢慢提起来变尖，下面写成三个撇。第一个撇要最小，第三个撇的大小要变化，最后一个撇最长最大一点，最高低要有错位。微微的向左下方写的，这边收，这边放，放出去要长，这边要留出空间，